一站，湖南师大。大学是什么？是一段全新的开始。不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。是挥洒青春的舞台。不，青春不是一场表演，是梦想升起的地方。不，梦想始终在心中。那么，为什么是他？在麓山湘水映照的星河日月，在长沙城中浪漫的人间烟火，在与名师彼此并肩的前行之路，在无穷有趣的丰富变量。欢迎来到大学与大师的崭新世界，海纳你所知可未知的一切。青春是什么？有人说青春是勇于挑战，有人说青春是不断突破，有人说青春是接近理想。那些改变世界的时代英豪，那些耕耘灵魂的名师大家，那些家喻户晓的璀璨明星，过去曾是这里青涩的少年，未来也将诞生在我们之中。梦想是什么？请在双脚站立之处生根发芽。你梦想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努力的起点，终将抵达无限可能。在这里，仁爱亲情的誓言，写在你的今昔与未来。在这里，认识未来更好的自己。在这里，与终生的师友们相遇。只有越来越多拼搏之旅和求真之路，你的大学，你的青春，你的梦想，只能由你来定义。在湖南师大，我们与你并肩而行，共同定义更多人生精彩。湖南师大到了。